一個影像咧去説故事。咁我相信每一個得獎嘅作品咧，其實都係透過佢影像裏面咧呈現咗每一個背後嘅故事。用好我們手中的相機、手機，一切記錄影像工具。謝謝，謝謝。我就會睇啦，究竟嗰個相片有冇思想性？呢張相片有冇令我對我嘅生活、對我哋嘅環境有一個咁深刻嘅認識咯？